喂，啊，是，有空啊。身材各方面条件还不错，你学过舞蹈？啊，我学过，但我不是科班出身，我就是挺喜欢跳舞的。会跳什么呀？我学过一些现代舞，然后我练过一些芭蕾的基本功。钢管舞会跳吗？啊？钢管舞会吗？咱们这儿是招钢管舞吗？不是说就是婚庆啊，然后活动啊，这些演出在后边伴伴舞，那一部分我们已经招满了，现在我们需要一名钢管舞的演员。这个钢管舞呢，我们主要就是在酒吧、歌厅、各种夜场，有的时候还有一些私人聚会场所。一般一场演出10分钟，费用在500块，有的时候晚上要赶好几个场子。如果你有兴趣啊，不妨试试。钢管舞我可能跳不了。这不是我点的，老吃素的哪行啊？送你的。你去过了吗？好吃吗？挺好吃的，我之前跟我老公来过，反正你们想想，肯定吃不到这么正宗的年糕。对呀，那你肯定要带我去尝尝了。呀，关门了呀，吃不到了。没关系啊，今天尝不到，我们改天再吃。行，那我们赶紧看看吃什么呀。好啊，好多选择哦，甜蜜。甜蜜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这地步了，谁知道呢？咱们要不要帮帮他？怎么帮啊？他那脾气能让我们帮吗？